我想要坐下去啊。2013年2月12号下午3:05，香港跨运航空公司第107次班机由桃园飞香港的班机，旅客因情绪异常，航空公司通报本局到场处置。经本局派员到场，发现一对同行中年男女，因为情绪出现异常，机长以危害飞行安全为由，表明拒载。为该两名旅客仍拒下飞机，经多次沟通无效后，由该班机的座舱长宣读拒载事由，随即由本局保安大队制服员警强制带离机舱，并办理退关事宜。